这个时候应该呢是白茫茫的雪花从空中而下，现在虽然也是看着白茫茫的一大片啊，看不到前面的景观，但是它不是白雪纷飞，它是灰尘啊，雾茫茫的这个雾霾，也就是弥漫在空中里啊，所以他们已经呢提出了方法，禁止私人的轿车开进来，在街道里，所以这都是呢我们人类啊享受的太过头了，平常的日常生活就要好好的节制自己，生活中呢节俭一点，交通工具呢尽量呢搭公共汽车，那假如不很远的走走路啊也是一种运动啊，总是比到健身房去更好啊，健身房里面啊还要花钱啊，还要浪费时间啊，假如呢是用走路的，游在街头里呢，赶时间就快步走，不赶时间呢就是可以慢条斯理来看看街道，而且呢看看众生相也无不可啊。可是这就是只要人心一转，许许多多的困难呢都可以解决。你看到了在西班牙呢，这个时候应该也是冬寒啦，可是呢还是温度高啊，所以啊这个天干物燥，不知道为什么呢也是着火了啦，这一烧一望无际的这种烟雾的污染啊，一烧呢这个大地的地表上呢损伤多少林木啊，这不知道多久时间才能呢让这一大片的森林再复原，这实在是很难哦。看到了人假如烧烫伤了他的身体呀，这个毛孔皮肤啊都会伤痕累累啊，何况呢在大乾坤的地表上呢这么一大片啊的不断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点不断的发生，实在是令人看到的很感伤啊。也看到了南回的贫民区里三天之内有五起的大火，240多的房屋呢都成为灰烬啊，的确苦啊，一生的穷困啊又加上了这样的苦难啊，人生苦难，可是呢人间有爱啊。看到了加拿大呢同样也是呢在发挥的人间菩萨的精神，他们呢都会跟救世军啊其他的团队呢合作呢关怀这种穷而流落街头暂时收容的地方，
去付出，这都是爱的能量。冬天啊，在这样的冬季的时刻呢，每一年呐、啊，五十年来都是这样，冬令救济啊，慈善工作呢，在这样的冬令的时刻，会加紧呢关怀，会加紧呐、啊、救济的忙碌，到现在还是一样的哦。那这是全球慈济人都这样做。在大陆也是要去冬令发放之前，有很多要准备的工作啊，采购是一大的工程，米商啊，他们米的品质是怎么样的等等啊、哦、要去检验他们的工厂才下订单。那么这个棉衣也同样啊，棉被啊等等物资的，还有呢石油啊食品等等呢、啊、总是呢在半年多以前开始呢就要展开市场调查探勘，然后下订单。那另外的一批人就是当地大陆的菩萨们，也慢慢在承担起呀、啊、台湾的菩萨开始呢一直在带动，陪着他们去挨家挨户去探勘。我们接到了政府的给我们的名单啊、区域啊等等，就会顺着这样的区域名单挨家挨户去访查。哦，这也都是呢要半年前就开始要启动了。不管是山路多遥远呐、啊，山有多高，路有多难走，乡下多偏远呐、啊，慈济呢，慈济人都是这样付出。不过看到了大陆的菩萨呢，也一一在成长起来了吼。那他们在艰苦之苦啦，很多人都是看到了。然后知道自己原来是这么有福啊，应该要满足了吧，满足了自己的才能这样的用心去付出，爱爱别人的，爱穷困的，无孤老无依的，他们这样疼惜他，回家能不孝顺父母吗？这都是付出来以后呢，就是对自己呢一大的教育。这种从外面的环境啊，那增加自己提升呢孝道与善行，这都是人世间必须要的。那当然，那最近的在广东省的深圳所发生的那样的假山崩塌，波及到了这么多的工厂啊，那么慈济人呢也是及时这样的投入啦，八九天过来了啦。他们所守护的救难人员，他们平常的付出，这是平生得到第一次呢，有这么的温馨的感受啊！所以他们来深圳的我们的联络处哈，在那里。向着慈济人致意，
慈济人呢，同时也在办岁末祝福哦，那总是感觉到了大家关怀社会，有志一同的这个志同道合哦，那相会聚在一起，多开心啊！啊，这都是人世间呐、啊，我们要多来推动哦，人与人呐、啊、这种的啊和睦相处的哦，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社会，不是得不到，是要我们人去做。